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ky 啊。今个礼拜尾的气温又再次跌穿到十度了，除了要穿好一些预防衣物之外，最重要就是有热辣辣的食暖下个身。今次就等我介绍这个多功能慢煮养生杯，揿两个掣就随时随地都有热饮。等我试下怎么用啦。这个摩穷多功能慢用电煮杯有保温和电煮二合一功能，容量有350ml， 操作很简单，分别有三个水温和时间可以调校。倒入所有食材，按两个掣就可以冲茶、煮糖水、煲汤、煲粥，七分钟就可以快速煮滚至100度，更有长达8小时的保温功能。早餐可以整个饱肚简单的红豆燕麦粥，手脚容易冰冷的朋友可以煮个雪梨红枣滋润养生糖水，夜晚临睡前亦都可以快手冲杯暖的牛奶，煮完之后可以直接饮用。机身大小适中，放入袋带回 office 就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用，还有三隻颜色可以选。冬天天气咁冻，有了这部慢用养生杯，回到公司就不怕没有新鲜热食了，坐定定在 office， 三餐靠晒它都没问题啦。Yoo-hoo！